Fabi, my Portuguese is a little poquito poquito. Johnny Man 呐，讲中文就好了。你的葡萄牙文也没有很好。Like us on Facebook if you haven't, and don't forget to subscribe for more new videos. 在巴西，我妈妈十八岁的时候就生下我，但是我亲生爸爸就不见了。到我四岁的时候，我妈妈认识了一个去巴西开餐厅的台湾男生。 然后他们就开始谈恋爱了。在那之前，我妈妈谈了几次不顺利的感情，甚至遇到了跟高、X、一样的情况。后来，这个台湾男生给了我妈妈一个可靠的肩膀，而不是拳头。接着，他就变成了我的台湾的爸爸。他们陆陆续续就生了三个妹妹。在我十一岁的那一年。 我台湾的爸爸带我们全家从巴西移民到台湾，因为他想给我们全家带一个更稳定、更安全的生活。刚板来到台湾就一道寒流，在巴西从来没有遇过。更奇怪的是，几年以后，我的皮肤又来又白。我本来以为我是黑人，哪呢？在台湾长大，我终于不用害怕出门被抢。 我跟妹妹们可以安心的去上课。以前在巴西没遇到台湾的爸爸之前，我们常常会饿肚子。本来约在他的餐厅已经很幸福了。本来这里才发现，每天都有吃不完的东西。我妈妈从五十公斤胖到八十公斤。然后我最小的妹妹长大以后变国际性模特。我第三个妹妹现在当警察，保护我妈妈。 我长大以后，有一次，我的理发师帮我介绍一个台湾男生。他说他是职业军人。我当下想到，我台湾的爸爸说过，三种男人不能嫁：医生、警察跟职业军人，因为他们没有时间陪你。后来会跟他约会，是因为他很猛，加上他屹立不摇的精神，还冲锋陷阵的行为，感动了我。 重点是他干毅的外表下，却对我非常温柔。对于一个缺乏安全感的女生来说，我愿意让他保护我一辈子。可是嫁给一个职业军人真的很辛苦，因为他常常不在家。如果有台风还灾害，他要以国家为先，不是家人。 最近对面常常有飞机飞过来，我老公是空军，所以他最近很忙。最后想跟我在天上的爸爸说，谢谢你救了我们，真的很想你。而且现在找人抱怨我老公欺负我的时候，你已经没办法听我吐口水了，但是没关系，我会又来又坚强的。